非常关心血压问题，因为我父母都有高血压。一般我们建议量血压之前，那一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咖啡、茶叶。马上疯啊！所以有一个时候血压也是会很高的，也是会抽烟抽很凶，然后大鱼大肉，所以后来就并发心肌梗塞，也有中风。你必须要去考虑到血压高的时候是一种让你觉得它在提醒你，身体在告诉你说你老了，你有病了。周休二日，跟陈月清一起动手做健康。